去心脑大乐透。是的，哎，我讲真心话，人呐、啊，人家说这个小富由勤，勤劳工作就小富，哎，中富由存，哦，存钱，存钱，大富就要由天了。对不对？老天爷突然间大笔一画啊，好，你丢大乐透，啊，你绝对得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们头脑也要够清晰，是的，直接考题考大家。你说答对的话，答对怎么办？你就可以自己开一个号码出来哦。然后指定要开哪一个？开哪一个呢？你们手上都有自选号码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被人家看到你的自选号。对，要不然哈，你选自己的也选中别人。对啊，都没有得到好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直接来出题目了哦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吴尊，吴尊，宪哥，我发现这个游戏的玩法很像我平常在玩的大乐透。哦，是。因为大乐透也是49个号码选六个号码，如果六个全中，哎，那就可以得到头奖。那头奖通常每一期基本上都是1亿元起跳。如果有两个人就均分就对了。对对，两个人均分。但是基本上说他这一亿元，然后我要跟他均分，但是我硬死都不肯跟他分呢。应该是不会有这么，应该不会有这么不善良嘛。对对对，那么硬啊，不行，打下去啊，打下去。如果你想要平易近人、多才多艺的话，就是选大乐透。大乐透，对，而且规则真的很像，很像我们平常在玩的。我们要选六个啊，那我们今天是20个号码哦，因为玩游戏是49嘛，大乐透是49，然后他们选六个，对，答对的话，你选中你的号码六开出来，哇 ，lucky day， 好小，好不好？好，接着下来我们要给魔王题，魔王题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魔王题。如果说你答对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追加一码，现在6码再加一码7码，好吧？特别号，请出题特别号。从103年到今年7月，大乐透已经产生了几位亿万富翁？放心，有选项的，有选项的。千文，哦，千文啊，好，千文就猜咯，因为他知道用猜的，所以举得非常的恍惚了，三分之一了，207。207 lucky number， 对 ，sorry， 那个是汉典的房号，我就说不是我的，不是，只剩下一位可以答，那你们两个选一个嘛，201202，对，来，壮壮先选，我选 A 201，201，那你就202了，来哦，正确答案就是201。已经每个月有1到2个中大乐透的亿万幸运儿，201个。那个露露，如果你拿到10000块钱的，1万块的奖金，还是1亿，1亿，拿到1亿，买房子啊。买房啊，已经有房子了，就是买国外的房子，市场，对啊，就度假，市场是蛮好的投资啊，利的，应该是去买一些保险。或者是基金，有套吗？有套吗？什么套？没有，没有套，买一点保险套干嘛啦？没有了，没有那么大的量，不需要，量太大，没有了，还会流手汗的。我其实有一个让增加那个中奖几率一个小配包，什么？就是他现在有一个包牌7连碰。可以包牌啊，可以包牌7连碰，早说嘛，就是可能有些时候7个数字你都很喜欢，可是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，可以用包牌7连碰，还自己帮你组合。那当然它可以增加中奖几率之外，而且如果你中奖了，还可以把更多的奖金给带回家。那重点是你除了7连碰之外，你也可以用8、9连碰、10连碰都可以，大家可以一起玩。重点是因为它是做公益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一起玩，而且一起在兑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蛮刺激的。对，然后大家这样一起玩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增加朋友之间的感情，或者是家人之间的感情。对啦，对。7连碰。那你看每个月都1到2个中头奖，所以其实那个中奖几率是很高。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了。搞不好下一个亿万富翁就是你。啊，都有机会哦。